你是一个生命力那么顽强的人，就让我花无邪的消瘦陪着你吧。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我才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，我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我求你。孽障，我安家不养秦仲，冲着你为他要死要活的样子，留不得他，我定被侯府满门蒙冤，燕北的百姓全族患难，此仇此恨与我不共戴天，今日我燕洵反了。踩进烂泥里的玫瑰还可以回到高贵的枝头吗？是你们害了我的一生，跟我回大梁吧。你得帮我一个忙，我就要千倍万倍的让你们还回来。你不是善良吗？不是勇敢吗？你到底要什么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吗？那你今天就去死吧，给我杀！请公主救他，保护好你自己。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图景在我的心里，里面有我，我有你。那时我不是安禄山的儿子，也不是大燕国的皇帝，我只是我，你只是你，寻常的两个人。你可我愿意嫁给我。这江山如果没有你在身边，我要有何用？要有何用？如今我也是大燕国的皇帝，而你，你到底是谁？只能是我的皇后。你既然到了，调集旗下所有兵马，攻打攻城，但还请出城，务必要以国事为重。他若不走，他说不该这么活着，他说他爱我，我咬着巴结，他说他会用一生来陪伴我。何用？以前父亲总说我家出秦仲，爹，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你那天是傻了，你可承认的是真的？我想看到他在人间，我更渴望过这样的生活。我真的很累。那，您的大业呢？不过是几年时间，我等得起。现在你告诉我，到底我跟他谁更好？为了仇恨，我们二十多年。现在，我想被自己活，把自己变成你喜欢的那个样子。那你先答应我什么？心里有你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所以才这么理直气壮吗？